就凭你那道施加在阿音身上的万一圣火，我会让你活。滚！华姝未危，请不动神君也便罢，可难道整个天宫相邀，神君也恍若未闻吗？我就是为了庇护先前，亲手将阿音杀死在罗刹帝。这样的恩情，你们天宫不满意吗？说到底，神君还陷在对那个水凝兽的执念里。当年他勾结魔族害死蓝风这件事情，到现在都还没有查清楚。神君不为蓝风做主也便罢了，但那个水凝兽他死有余辜，神君不该对他狠。够了！阿音的死与蓝风的死有何关系？当日仙界是否理亏，虽然你缄口不言，但心里比谁都清楚。你若再敢诋毁阿音，我想代天地之职可以交给更能明辨是非之人。神君息怒。本君千年前在梧桐岛曾问过你一个问题，方才替我解围的可是殿下？你当时的回答是：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是华姝与神君相识伊始的缘分。那我想问你，当日除了林峰之外还有谁？这件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天色昏暗，当时尚未日落，何来天色昏暗？是你不记得了，还是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你？我若不是我在梧桐岛知道当时是被凤隐相救，我一直以为那人是你。我没发现我竟已被你骗了长千年，你满口谎言，让我以为我自己亏欠了你很多，不顾众人的反对把护山神器借给你。而你呢，你却把遮天伞融为了你自己的法器。遮天伞乃我大泽山护山神器，若是当时没有他护他一二，当年华姝一心想借白鸟岛的危情才会欺骗你，都是华姝错了。还请神君看在当年华姝借出白鸟岛圣物灵羽雀冠和蓝风的玄之神物的份上，若非如此，就凭你那道施加在阿音身上的万一圣火，我会让你活。现在还能活着，是出于蓝风的情念，你好自为之。滚！